为着国美校落实伫咧学生的生活当中，中兴高中每一年都会举办无同款的主题展览。这次就邀请到南投县文化资产协会来到图书馆展出会员的作品，内容包括着平面作品、立体雕刻、多元创作等等。校方也希望借着这些作品来培养学生的美感素养。教育部这几年来积极推动美感教育，因此中兴高中每年拢会举办无同主题展览来让学生学习。这届就邀请到南投县文化资产协会来到学校展览，让学生会当一摆就看到真济无同的艺术品。后面这部红色这部作品让我印象最深刻，里面还有包含着兔子，两只兔子相亲相爱，也代表着春的内涵，也可以代表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可以学到更多不同于课外的内容，然后可以更重新自己的语文的知识。我觉得这次展览还蛮有意义的，而且就是很符合兔年的这个主题，然后也很喜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闲暇时间能够更快速的来到这边，然后去接触艺术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也可以更了解艺术家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更了解作品本身。南投县文化资产协会即个带着会员进来展览，配合着兔年的创作，适合大家拢看个真真白。包括着水墨图、雕刻作品、多媒材创作等等，适合学生拢大开眼界，嘛学习着真侪无同种类的艺术创作。那我们的会员这次提供的东西蛮多样化的，包括有平面的，有立体的，包括那个兔年的一些展览的一些文物啊。兔年的文物有，我们的会员的创作品，然后也有收藏品，以及我们会员本身的，不是兔年的创作品，是属于自己的创作品，然后一并都在这边展出。校方希望透过办理展览，培养学生的美感，也欢迎民众会当前往学校欣赏，做回来感染到艺术气氛。那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让我们跟社区更加的结合。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哈，是我们学会帮我们策展。那也希望同学可以就近来养成看展的习惯。那更欢迎我们民众社区可以拨冗到学校来参观这一次非常精彩的艺展。这届展览会一路展出到3月27号，校方也欢迎乡亲把握这届难得的机会到中兴高中图书馆进行参观。记者李伟定采访报道。